好，我是脱贫致富于先生啊，没错，你们又被我的封面和开场吸引进来了啊，来都来了，那就多看一会儿吧，不然对不起我这楼下打折新买的西服，是不是？因为我这爱挽袖子露纹身的毛病啊，自从我在内蒙古当海贼王的时候啊落下，就一直没改了。为了不被人家和谐，也不被人家说我是黑恶势力，所以说只能多穿两件，克制一下。好几个月前，国内著名的水弹厂商陆弹堂就放出了自己的水弹榴弹的发射器的一个卫星啊。虽然说这玩意儿相比说它是个榴弹发射器，它不如更像是一个这个大喷子啊。我给它取了个名儿叫"手持洗脸仪"，哈，因为我个人发射器呢，并没有这个预留这个下挂空间，也造型上呢，我也不太需要这个下挂榴弹的这么一个原因呢，我只买了这款 GR06 型号的单体的这个手持发射器。说到陆弹堂，之前买的两款发射器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车啊。那么这款发射器呢，作为一个2020年的一个新品，到底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 GL06 水弹发射器有一个很严密的瓦楞纸包装，打开后可以看到被珍珠棉内衬包裹严实的 GL06 本体，整套包括一个本体还有一个水弹的专用榴弹。不得不说，陆弹堂在这个发射器包装上可以说一直是市面水厂厂牌的标杆之一。发射器整体除了后托握把以外，基本都为金属材质，质感很棒。发射器顶部有着机械瞄具和全尺寸的导轨，前节也有着三面金属导轨以及自带一个 QuadTrack 垂直握把。发射器折叠状态下，长40公分左右，高度25公分左右，打开枪托后长度约为60公分，重量很压手，超出了我那个小秤的承受范围，所以重量建议咨询官方。本体左侧有着明文刻字和编号，右侧则是不干胶贴纸的陆弹堂标识和一个警告标贴，因为全是英文我不认识，当然瑕疵也是有的，尼龙部分的左右两片接缝有点粗细不匀，让我这场强迫症呢稍稍有点难受。红色的水弹专用榴弹采用 134A 冷媒气体提供动力，容量大约56发水弹，上半截红色部分为塑料材质，没有看到阻弹器，应该是靠水带自身的弹力进行阻弹。银色部分为 CNC 铝合金，有激光刻字，指针是开头的 LDT， 后面的请找文化人翻译。未充气时重约173克，按动扳机护圈边上的拨杆即可弹出弹舱，放入榴弹扣回去即可完成装填，轻按打开保险扣动扳机，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射程上来说，这东西不算很远，基本上距离为8至15米的圆锥范围。因为是 AOE 攻击嘛，我也不能太精确的测试它的覆盖面积。不过可以确定，这东西是个 CQB 轻防利器，一般10几20平米的小空间来这么一发，基本上就安全了。不要和我讨论墙角这些死角问题，我们家墙多大，门就有多大。视频最后做个总结，这款 GL06 发射器做工还是中规中矩的，价格上虽然不太亲民，大家看自己的钱包情况下手。最后评论区抽一位幸运水友送一箱坚果啊，4月10日晚上开奖。没错，之所以搞这个开奖，就是因为我把素材又弄丢了，又懒得补拍。当然了，之前说好的3000粉抽奖也不能忘记啊，3000粉抽奖那就抽一下好了。点击生成，恭喜第2465名粉丝。那么我们来找一下2465名是哪位呢？2460，2465，好的，恭喜这个 B 啊，私信一下。